好好哦，很厉害，嘉庆怎么可以抽得到？好棒，五样都美哦。那林蛋真的是不是我准备都超好？哎，这个我要跟你换。坏礼物价值超过多少？100吗？对，没有，转就坏。然后好礼物价值是500，然后我们才开始抽了。好，好。那、啊、你们知道为什么坏礼物要规定价钱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怕人家拿家里不要的。哦。用过的哦，因为上次就有人拿用过的。感觉不错哎。等一下啊，这个袋子，这个礼物盒穿起来，感觉是什么面膜套组？没有，就一手的。天哪，护手霜吗？好棒啊！可以你的时候用到，我需要。对，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很美观，它又可以当艺术品给大家。艺术品哇！然后你这时候就可以猜大概是什么。有质感的，有质感的。再来就是每个三句话。你还讲再一个，你有几句？它长得很像就是男生下面的东西。對，长得像棒状物吗？是那个吗？就是打那个气泡水那个吗？不是，打开啊！打开啊！让我打开。就是 Ella 的模型，这个不好意思。啊！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！这个超好的！哇！是当狗，是当狗啊！好可爱啊！好可爱！啊！而且它是这样，它是有这个的。我想要。这个超好的。好差的吗？对。这个超可爱。这个超可爱的。跟我一样大耳朵哎，你看脸大大的哎，真的超可爱的，而且它是日本正版的，日本正版的，对啊，超可爱的，小心带子滑落就破掉了，这个你一定很喜欢，换姐姐，如果你养的话，可以往前面插，你说这根吗？对，真的太短了，哎，它很多用处，我们设计去到最后，换姐姐抽，对，换我抽。姐姐不要抽到我的，我被抽到烂东西啊，我的也是，我的也是，哎，我都是好的哎，一个抽一张哦。好，打开。哎，你们抽到的号码牌要留好哦，因为等一下我会给你回收。这个这是几号？二号吗？二号。对，二号，二号。是。哎，就马诺的，粗粗的。夫妇用三个字形容他。形容他。你今年送什么吧？香香的，香香的。Oh my god！ 色按按摩油，是吗？不是，他不是色按吗？色按才用啊，按摩。你是说色按吗？对啊。你是有去试过色按吗？可以用吧，又香香的，是那个人的原味内裤吗？他去过。我猜了，原味内裤。他只是讲，然后你边想而已。真的贵吗？这边贵，这边贵。不要去挑哎，太难听了。护手霜，挑的护手霜。护手霜，三十一路，这个贵，这个贵，这个好用。好了，这1100耶，两倍，还不错吧？会喜欢的，对，这个会夫妇抽，笑哎，姐姐会喜欢，姐姐会色哦，夫妇乐，四号，看到了，好一层，你当初买这个礼物，你觉得最适合谁？自己选的，现场嗯，荣轩，然后大厚东西，张宝，小纸条东西，张宝，哇，哎，王博，叮当机应该也。哎呦，那身材不是在身材，看你讲讲讲讲，那就是身材啦，那就是身材啦，哎，那我是这样，因为是可爱的东西，三个打量胖时代耶。我这个在泰国直接买了4倍。
抽那个一号大的，带卫生纸啊，对啊，是卫生纸。八号，那都是鬼，对，大的都是那个什么卫生纸。我跟你讲，我先给你我们绝版的拉米狗的袋子，绝版哦，绝版，可是凹烂的，可是我女的跟我想拉米狗啦，三句形容，实用正版，而且丑到变漂亮。他说你丑，对，指正你，哎，我现在谢谢你。我刚想说，哎，然后你丑到变，你打开自己打开，什么？对，还有丑到哦，正版的，什么？小美人鱼，什么？肥皂吗？气垫粉饼吗？打开，气垫粉饼，哎，很不错，可以。还好啦，气垫粉饼第一名。好好哦，嘉庆怎么可以抽得到？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好棒，不要好美哦。那林蛋这个真的是，是不是我准备都抽好？哎，这个我要跟你换了，真的好像可以换，对不对？换什么换？对啊，就几张没有在那边拉了。我要拉一下啊，你给我捏好哦。13号是谁？哎呀，他是。他有实体的哦，他是有熊的小宝贝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这个是很实用，很实惠的，可以，好可爱，是熊熊很可爱，好棒啊，好险好险，没有雷，真的好险，有实体，暖暖包好了，没有过了，这个。这边抽到同学的，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哎，天哪，好像是好礼物，我怎么觉得很适合？对啊，是林俊的。可是你们两个抽完了，所以我在想下一位应该就是阿 Q 比较适合。Oh my god！ 真的？就打开不是我的，是适合我的吗？没有，适合我的吗？三句话就是它是一个时尚商品，然后它可以拆卸，飞机杯又可以合在一起，飞机杯多功能使用，会爽吗？会爽的吗？是口 K。Oh my god！ 你先把它露出来了，再把它露出来，露出来了。到最里面只剩卫生纸。哇！哎，这个好嘞！哇，这个好好看呢。它这个还有个侧，而且它是可以两个一起，我可以，对啊，你也可以，一次两个哎，它一次，你可以一次两个，可以一次，好看，好看，这个好看，你好大只啊！哪边？我还没脱你就知道。如果你很讨厌这个牌子的话，你就把这个牌子拿起来就可以了。哇！放我的名片。放你的名片就好了。谢谢。开心哦，真的很开心！抽到这个椅子真的太赞了。刚刚龙轩一拿进来的时候，原本还看不出来是什么，可是他拿到一半，他折起来，哦，折叠椅，哦，超想要的。真的喜欢吗？我真的喜欢，因为我在房间常常找不到靠背的东西。没有不还。好的，我们好礼物抽完了，现在重头戏来了，就是烂礼物。那我们准备就是开始抽烂礼物喽。10号，这谁？不是我，谁的？哎，怎样？第三招是现在不想认出谁，烂到不想承认。Oh my god！ 他不知道这是他的礼物是谁？请的啦。谁？他是谁的？姐姐的。是我的吗？姐姐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是我的。白痴！白痴女人！哎，对啊，在那边骂大家。100块夹到这，这杯礼是假的吗？花了100块，你要被惩罚了。
这一太好了，哎，这太好了吗？对啊，还好吧，超好的礼物，对，这是好礼物，对啊，好礼物，可爱的，好啊，你抽啊，你抽，敢害我试试看，没有，真的很好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只要知道我们的就知道了，对，好可爱哦，哇，你抽的时候礼物好，对呀，对啊，对啊，礼物好了，他价钱，他价钱比较便宜。是的呀，不要调啊，不要调，看龙神合理耶，不要那么严。那个 Porter 一直嫌呢，现在抽到皮卡丘说哇好可爱啊！Oh my god， 好喜欢！真的你最会演，不是刚刚我跟你讲，这不是烂礼物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一组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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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人的财库，我要把你扶起来，财神到。能不能不要张龙轩的？哦，好险！是谁的？是阿三的。阿三的。哇，报应来得好快！真的假的？看起来。真的，哎，你真的要有报应哎！哈哈哈感觉看起来都像是在小北百货买的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是盒子而已啊。哎，这个有了，这个有，有一片。哎，你不要黏到你自己哎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谁踩过了？谁踩过？姐姐抽傻了。好了，我的应该最好。我跟你讲，不是不爆，而时候未到。黏到大了，好不好？我笑到肚子好痛。刚好我毛毛的，抽点舒坦。怎么会在好礼物抽到啊？怎么会在好礼物抽到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这个你又跟他上手，哎，适合你，大小不行。说呢，男生还想要用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觉得很烂？现场试用也不适用。有没有感觉？这一个。冷敷贴哦，冷敷贴哦，冷敷贴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地狱的笑声 ！Oh my god！ 地狱要来了，他们地狱新娘了，喜欢喜欢，家里面差臭屁是不是？打开一阵味道，是这个放很久的咖喱，放很久的咖喱，放很久的，要不要钱呢？还不清楚。我买了，我这放很久，过期，你要吃吗？没有，绿咖喱也在地上啦，有啦，过期没有过期，没有过期，过期光是厨师哎，煮来吃，是他说。2018年10月12日，哎，已经大过期，哎，这大过期两年了，好吗？大家看一下这日期好吗？有看到吗？烂才烂呐！有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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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过期！那个哥哥，那个2018过期是个2019。Oh my god！ 有烂有烂，这才叫烂！这个怎么这么烂呢？哎，这我只能丢掉哎，真的哎，赏味期限呢？请不要丢在我们家，谢谢。带走，不要丢在我们家，不要在我们家丢在这，谢谢。这能吃就算了，过期一两天就算了。那我是你三年，你过期一两天就算了。你去哪里买的？日本买的。对啊，我们在台湾没有啊。是吗？那我在忘记，这五年前去买，你确定吗？还是就是他的没有，就赏味期，赏味期限吗？赏味期2017，赏味期限，这个至少是中文，我看得懂。赏味期限，你把 iPhone 的时钟调回2017年，然后去吃它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试试看。那你们一起吃，我们一起调。我不要。我真的觉得龙轩呢，今年的圣诞节交换礼物真的非常的棒，因为哥哥真的很缺一张这个礼物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会抽到，因为想要抽到应该没有很喜欢就可以带走。因为我刚刚整个抽签的过程中，我是比较后面一点的。可是你早就猜到了，我早就猜到，所以我非常想要啊。可是你知道它颜色吗？它颜色是我不知道它颜色，我打开更爱。我颜色是为了你挑的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抽到，那就是非常适合我啊！命运就是决定要。可是我抽到护手霜哎，你小小问这种。我跟你讲，交换礼物呢，有时候啊，就是你准备的太好了，然后今年的失落感太重，你明年就会爆出。可是变成明年的你呢，就是你当初刷烂的那个人。记住我等值哦，你等值。Yeah. 好啦，今天交换礼物可以说是大着，对我自己蛮成功，我自己蛮喜欢。那你蛮喜欢护手霜，我也蛮喜欢的，因为等一下去找你换了。而且后来有发现嘛，交换礼物其实不大适合拿保养品。对，因为那个最烂，你知道最烂前几名就是那个面膜，马克杯，马克杯，我这没有声音，你讲啊。
反正就是电器或者是家具比较适合20岁以上的人用到。20岁，在场都是。那暖包呢？暖包也在前几名烂的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今年准备的烂礼物。然后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，我觉得这个咖喱非常特别。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到底就是拿根筋不对，我就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哎是可以送的，然后就放进去，然后完全没看到它的。对，我想说哇，一两天过期就算了，还是可以吃的。结果真的2017真的过期3年了，真的过期3年了。等一下就处罚他。哦，一样。可是这个你不算不吃，它这个壳还是可以来拍照。没